操作往下滑动的时候切换到自由桌面，自由桌面是由主机制作者根据他自己设计场景去把各个应用用自由方式排布的，比如说这里的浏览器啊，它不再是那个四乘四这样的一种规格式的，只能那样的规正的摆布，还是可以摆这个角度的。那现在的话，就是它这个自由的这个桌面，现在就是它有主机商店里就是多吗？我们已经发布出来那个制作方式了，正在丰富。哦，现在已经有数款了，接下来可以更多的。就是说会像以前的主机那样，就会越来越多的，对吧？啊，好，谢谢。开放给主机做的自由性。